相声演员卢鑫，玉浩给您拜年了。哎，卢鑫，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，说学逗唱，您怎么样？我都行。哎呦，都成。说，这是上文书说道，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。天马座的圣斗士星矢，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啊，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这是哪儿？工体。哎，上那儿干嘛去呀？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。哎，好嘛，这措辞啊，你听。几个人来到工体里一看，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。哦。一呈雁翅形排开呀，呵，一会儿排成个一字，一会儿排成个人字。对，那是大雁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是队伍。为首的不是别人，哪位呀？正是恨天无霸、恨地无欢、天下第一的球星。谁呀？阿波斯罗呀！你等会儿，这个斯罗 ，C 罗呀！哎，只见这 C 罗，薄盔薄甲薄气靠，胯下没骑马，没骑马呀。我这干嘛呢？他踩了个球啊！哎，嚯！往下一哈腰，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。哦，磕膝盖，碰前心，脚后跟，打屁股蛋。哎，说是迟，那是快。哎，怎么着？就来到了星矢面前，可算到了。星矢一看，我的个妈呀！嚯，他要射门呢！看见他的带球，哦，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，什么歌呢 ？C 罗是萝莉森。哦 ，C， 这是什么歌啊 ？Music。C 啦啦啦啦啦啦 ，C 啦啦 C。哎呀 ，C 啦啦啦啦啦啦 ，C 啦啦 C。好。啊，行了，可以了。啊，这是说，这是说，学呢。正月里也是理儿啊，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！单位呀，可以了，行了，好了，都别鼓掌了，这就不是双回门。对呀，谁没听过呀？都听过。这我还会唱呢。刘德华唱双回门，你就没听过？刘德华也没听过。哎，啊，这儿去。今天他就唱一回，那怎么唱啊？正月里谁来呀、啊？正月里过三岁呀、啊？单位来放年假、我们两个回去门呐、啊。军、委上来，给了压声他呀，二来过来，有得说，抬腿左边有没风声？我们两个人跑去赛楼回去门，当天回那个当天翻，换一换，我老豆我老老，你那个老将人啊，嗨嗨，一嗨一嗨一哎呀，四哥，也是人不了七八狗子啊，可以了，还老没有？你也就会学刘德华，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？费玉清怎么着？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，是吗？一会儿这，哎，球呢？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，我送你离开，我不离开，为什么不离开？你管我呀你！你唱就唱，你这颠什么呢？他不是我颠，怎么了？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，这都小道消息。哦，恰恰恰。繁华给压倒起，嚯，丁桥香香兮。哎呦呦呦！米兰的阴霾有香气，心会修丢你。我来请我恰恰，我来帮白给，继续新兵也让，哎呦，犀利，我恰恰恰，妈耶，这，学的不错，学的不错，逗，对，这个唱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有这个，逗。你有毛病是吧？你往这儿划了干嘛呀？大伙乐了没有？乐了呀。这就是逗。哎，这，哦，这就是逗啊！这个以说为主，以学当先，逗在其中啊。那行，那您说唱吧。唱，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。对，今天当着大伙的面，怎么着？我来一段秦腔。您来一个，你等会儿吧，你去。您要唱秦腔，您说那俩干嘛呢？让大伙儿多知道一点。这行，那唱秦腔也好啊。古老的戏曲，古老的摇滚，胡说八道去！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？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。没听说过。哎呀，吼摇滚，吼秦腔，唱法基本靠吼啊。那你吼一个，我给大伙吼一个，咱听听。
我有从能走到白，嚯，我还有从白走到黑啊，我有人们都看到我，有点意思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要爱上我的就别把后悔，翻译总有一天远走高飞，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，也不要有人跟随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歌唱得真好啊，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，摇滚范啊，这不错这个啊，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。这词儿挺好，谁说的？那这多好啊，这词儿！我要从南走到北，对，还要从白走到黑。是你为什么不睡觉？哎，你这对身体好吗？行了，你妈妈不管你吗？这管那么宽呢、啊？这个，那你说什么词儿好？咱们秦腔的词儿好，秦腔词儿每一句你琢磨去啊！哦，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。嗯，那你是没碰见我，碰见你怎么了？我就跟他抬杠。你爱抬杠？我有外号。什么外号？杠精。好、哦，杠精就是你，大杠精。太好了，哎，当着大伙的面，我唱两句，你给我抬抬杠。你来呀、啊，抬杠啊！出门来自觉地几百朝后，这个有问题啊，这个词儿不对啊。就你唱这个词儿，你唱的什么词儿？你没听清，你比划半天。我就说这个，你就说出门的时候、觉得脊背朝。